进红发的日本选手就是对手马萨，和擂台飞和张扬的张美萱相遇可谓是别有风味。漂亮，哇，直接一个张美萱直接一个跳起来的高手。对，终结东京站的比赛。对，好，张美萱的地面发展很快啊。对对，要先控制一下啊。这个马萨的韧性很好，对，非常好，连续的夹击。对，哦，这样可以太臭美了，就想做一个关键技。其实、你看这一拳很实啊，又补了一拳，从后面掏进去打的。他们斯曼很有经验，这一拳直接是、对，在这个状态，如果没有扫到，这一拳是没扫到，没扫到。但是紧接着这几个地面砸击，配合1分30秒地面砸击 KO 获胜 ，and winner，Better Red Corner，One by GMP Knockout。哎，危险了，危险了！